望月消失了一个月没有开窑啊，都在准备啊五月份的茶博会，有好多的新的套组，姐都有啥？有我们的经典的鱼藻的，还有我们的二代的一个和为贵的一个套组，对，和为贵，然后三代的淡海水鱼藻套组在这里。淡海水鱼藻，这一套这一次非常齐的，哇，这么多，对，嗯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新品，个一路连科的套器，是这一路连科，它的花片是仿原的哈，但是用我们成化的一个胎釉，还有它的青花料来呈现出来，就是不一样的，就是一个风格，就它没有那种厚重的锡斑感，但是又清新淡雅，然后加上它油厚的，看到没有，它的釉面。我们的二十件的松竹梅的套系，二十件套，对，这得什么大户人家？对，是呀，姚哥马上就可以拥有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的海八怪套系，还有我们的龙生九子套系，啊，这一个月都在创作，都在创作，创作，创作。以后我们都会按套组，就是以后出产品都是一套一套的，就是满足大家，就是可以集像集邮一样集齐一套的出。这就是等待这一个月等待还是值得，全是新品，是我们一个月没有开窑，全是套组，全是新品，对啊，给各位这个什么大户人家都准备好了，一套一套送，五月十二号到十五号，然后我们厦门见。